一登录就挂，一登录就挂，他一登录基本上就挂掉。你再问我说三陀最后的结果，第一个叫海葬，第二个叫陆葬，海葬就死在海上，第二个陆葬就死在我们陆地上，所以看明天的早上以后开始会变海葬还是陆葬。你可以看到在现在各国的路径的走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本上去飘下来，为什么上去飘下来？那就减弱变低压了嘛，那变低压之后整个系统又往南走，北方东北季风吹下来把它往南推下去啦，所以已经不成东西了，好不好？一登陆就挂，一登陆就挂，它一登陆基本上就挂掉。日本那个画的比较实在一点啊，我们中央气象署还没看哦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啊。基本上只要敢画暴风圈，北北极就敢放假，这些县长只要看到有东西他就有放，有理由就一定会放啊。基本上这两天都比照办理了嘛，那多一天又怎么样啊？什么超级龙卷风？不好意思，叫新闻龙卷风。埋到棺材了，对，跟这个台风一样，到时候是海葬还是陆葬？我们是在天空葬，葬掉了。哎，对，你再问我说三陀最后的结果，第一个叫海葬，第二个叫陆葬，海葬就死在海上，第二个陆葬就死在我们陆地上，所以看明天的早上以后开始会变海葬还是陆葬？好，再来。哎，中义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呢没有回马枪啦，他都快死掉了，怎么会有回马枪？诶，鲁夫啊，对啊，你说的对啊，蓝色台湾会不会封杀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诶，对，那目前至少我公正客观报道嘛。那如果被封杀，那就晒嘛，就这样。那绿色台不用说啦，绿色台你看今天在干嘛，对不对？诶，好像有一台用我的，我今天早上气象给大家知道吗？刚刚那个中时新闻网的那个同事传给我说，诶，那个三立在三立在用我的啊，我已经讲三立嘛。我说哦，真的好棒好棒。他说还有什么新媒体也用我的画面。我说好好棒好棒。他说那有跟你，我说没关系啊，那大家愿意用已经很偷笑的事情了，有什么关系？能帮我用我的已经很感谢好不好？你知道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注意到每次在气象分析当中没有人会用我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用我的？第一个，我叫做中时媒体集团。所以呢，联合报不会用我的，镜电视不会用我的，镜周刊不会用我的，然后呢，什么三立不会用我的，年代不会用我的 ，T 台不会用我的，东森不会用我的，哎，我全部都讲完了嘛？还有叫什么？什么新媒体？东森新闻网，东森新闻云，还有什么？一电视也不会用我。你看，我其实十只指头已经画满了，没有人要用我的，然后都找一位很奇怪的气象专家在那边讲，哦，这个人说什么？有的一看看什么？谁啊？然后这讲的好像一副跟真的一样。那那些台都会去找那些，绝对不会用我。为什么他们不用我？因为我叫中时媒体集团，看到没有？我是这个 CTV 啊。看到这个，他们绝对会帮我打广告。所以今天我看到三立在用，还有跟我说什么镜还什么东西在用，哎，很棒啊！他能用我都很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大家愿意支持我，这已经很偷笑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再怎么说能愿意支持我，要不然通常我有这个字眼在上面的时候，哎。这个字在上面说，别人都没有人要用我的东西，全部都禁用，你知道他们是禁用，他们宁可拿一堆很奇怪的人讲一堆很奇怪的话，然后讲的超级夸张超级恐怖，然后那些弟弟妹妹播气象全部在乱讲，然后拿着稿子拼命背，别台跟我说的，背稿子背完之后上去讲，稿子哪里来的，还不是抄新媒体来的啊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哈哈，不要乱讲，等一下到时候有人在看我的气象啊，来来来。好，这个戴老师觉得气象组这次误判这么严重，暴风圈明后天还会画在那里是误判吗？不算误判，我们应该这么说。在现在的整个预报上面来说，太相信的是数值模式预报。那数值模式预报本来就有它的一些盲点的存在，尤其呢，在整个系统进入到了我们复杂的地形环境，加上秋天的系统的变化值比较大的时候，所以为什么每次要三小时修正一次，三小时修正一次？所以就同样道理啊。因为它三小时会修正一次，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的状况跟前面的状况就截然不同。可是呢，我们同样的停止上班上课是前12个小时就说停，你前12小时停什么？你根本都已经看不到后面，你怎么现在就宣布停？那就政治思维了嘛。那现在所有政治思维都会说啊，气象署报不准啊，所以我们才停。没有什么气象署报不准，因为一直在修正，全世界各国都修正。好，所以结论套了一句话，就是我老师刘广英老师，哎，怎么到他了？这样不对。哎，老师要出现。哎，来，老师在这边啊，这我跟老师的合照有没有看到啊？老师他不好意思啊，老师现在在五指山了。老师他在我们天气学原理的第一堂课时候，刚好好巧不巧，你看，妈，我这两天很无聊的又把天气学原理带来看，我整本已经我一天两个多小时，我已经看掉了这么多，看掉这么多，你看没有？看掉一大叠，你看这书都变黄了。刚好天气学原理这两天在 K 他。老师当时跳天气学原理的第一堂课就直接讲，人绝对不会胜天，你的设备系统即使再好，
总是很多东西人绝对不会胜天。好，这点切记，不要觉得 AI 就了不起了， AI 就是个屁，好不好？现在是个屁，一百年后也许不是屁，但目前是还是个屁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我相信做科技的人应该都在骂我，搞不好我同学也在骂我，哈哈哈。也感谢大这个所有的县市长给大家一个快乐台风假期，那祝福大家台风节快乐哦，啊，记得台风节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公司外面好像没人，连灯都关了，好吧？ OK， 那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